十年了，应该有十年。十年前我在原治大学，那时候我们的副校长叫我去做一个叫做特殊的算是一种知识教育了。那我就给他建议就好吧，我找一群医师啊，找那个钟杰医师啦，对不对？杨金峰医师啦，哈，刘大岩医师，对不对？这些来教，在我们原治大学来教能量医学，哎，果然也引起了当地桃竹苗还有台北市哈、新北市的一些算是注视了哈，注视那些能量医学的课程，对不对哈？当初我有请我们的毛锦南教授哈，也到我们原治大学来教课，所以那时候算是大师汇集啊，哈，大师汇集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也感谢这十年前的一个因缘哈，因缘。没想到这个生物人跟能量医学，现在在我担任这个联合国这个活动委员会里面的一个计划案的时候，我把能量医学放进来了哈。因为第一个，这里面有很多医师，这些医师哈，经过十年来，现在都当理事长了。十年前都是医师，都小医师，十年后全部都当医协会的理事长。所以。当然有医学会理事长这些跟我一块打拼来讲，我就更有信心嘛，对不对？第一个他们是一届医师，第二个他们在这业界里面也都是一方的翘楚，都是一方的翘楚。从换个角度，这时候我可能要做点事情，还是稍微可以做一点嘛，那我现在是不是请这个毛锦南教授，对不对哈？来帮我们针对这个能量医学界做一些介绍，那我也感恩他哈。那么他身体真的非常好。是我的榜样，真的80几岁了，不简单哈。我们请毛教授帮我们支持一下，好吧？鼓掌。麦克风，那边有麦克风。对对。
荣民总医院，台大医院看到这个事情以后，把我接到台大医学院加研，后来前后有好几个月，因为台大医院对这个所有的中医医学、另类医学以及其他的能量医学都抱着这种排斥的心理，所以在那边讲过非常不容易，遇到很多很多的尖端的问题来处理这个事儿。那么我今天呢，想呢，在此里介绍几个朋友，什么朋友呢？就是喜欢能量医学，喜欢自己真的不衰老，不生病，跟我一样的不生病，站在这里。第二个，要吃得很漂亮。第三个，中气十足。我想呢，在这个会场里面能结识两三个朋友，我无条件的把60年经验提供给他，这个比较有意义。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，其他没有其他的这个目标吧，还是想嘛啊自己啊这个这个舞台呀、大家认识，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因为就86岁人，也许我还可以过2-3年，也不一定。我希望在有生之年，把这个60年所修的精华能够提供出来。我呢，正好会医疗21种怪病。我讲的话，大家听到很感觉怪异。一个是什么？帕金森。帕金森为什么说把我公布了？我跟上级中医院长陆宇仁共同研究的，治好了280多个，那个有卫生署的临床报告。一个是呢，老人痴呆症。一个小孩子理解力不够，老师的助理理解不够，如何使得脑神经细胞增加、增大、增强活跃力？所以这个是我喜欢传授的。当然，20个病之中还有红斑狼疮啊，那么还有常年头痛啊，还有研究是0.1的。所以，泰国的华侨领袖他把我请到泰国去，把这个人只看到影子，弱视看不到人，啊，让我们吃。知道之后，现在呢，看到人还变到颜色，可以呢到0.5，从这个光看有人影子得到0.5，所以我想把这些技术啊，无任何条件的，跟我们诸位在场的有兴趣的这种除了正统医学以外，这另类医学的朋友们来进步。那我那边呢有报名表啊，我不收学费，那收一点教材费。那而且那边呢有我写的书，我写一本书写了30年，等会你们去看新科技能量医学，什么病怎么治，什么病怎么治，用能量的方法给他。那你问我什么叫能量？我们能量的意思呢，就是人体呀、内在人体身体磁场所发出来的这个信号，中国人叫做气。实际上中国气这个名称并不太适合我们讲气功的气，它不是气的人体的气，也不是空气的气，它讲的气的意思是叫 energy， 就是讲人体的能量。我们人体呢，每一个人都有6种能量，我们自己本身身体温度有热能存在，热能怎么出来的？就是因为你的红血球在血管里面在运作的时候，这产生的能量出来的。对不起，我狼查了喝一下。谢谢。请那个毛教授哈，现在毛教授，你这个话好，待会因为你待会还有发表，还有演讲发表，所以现在就是抓个重点，好不好？待会还有发表了，你还有一小时。半小时的发表。实际上，我恐怕下面还有人。好。我来把这重要的原理，让爸爸跟大家说明一下，什么叫做能量医学。好 ，OK。不要耽误你这个时间就。谢谢。这个刚才讲到人体温度，人体耳朵这个声音啊，为什么会讲话呢？有盐细胞。我们曾经试验过，一个中共头试你的时候。在后面有个头消音这个穴道，还有后排这个穴道，那叫盐区。那么在脑神经科分呢，那叫下顶小叶，脑神经叫做脑神经会下顶小叶，从那个里面去把能量给它输入进去，它就慢慢会讲话。
啊，那么这是讲在临床上的应用的时候。那么我另外呢再讲一点点呢，就是讲说是人类呢有运动细胞，所以呢人会走路，走路是什么？是运动细胞发生的，是从脑神经指挥来处理的。人类呢有这个磁能，磁能就是人体生理磁场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生理磁场，所以生理磁场男性是在正，这叫做说在 A 级的，女性在 S 级的，所以说 A 和 S 是成一个 circle 一个回路，所以男女之间都是一体的，所以这个磁场就并不像排斥。另外呢还有个生物电能，电能磁场，那也就是说人类呢这个有生物电，脑电波了，心电图了，就靠这个电而来做出来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讲到这个肾能，肾能的事情刚才讲炎细胞了啊，那么就我们的还有一种呢叫做光能，光能叫视觉细胞。我们视觉细胞呢，大家看了很多东西衰退的时候，视觉细胞可以用能量学的方法啊使它加强，那么使它看东西看得很清楚。我现在你拉很小的字我也看得到啊，我86的照理讲老花也是看不到的，所以你们大家看到我不戴眼镜啊，而且我记忆力很好，我从后脑袋这个地方一个叫做大门，我每天要冲10分钟，所以我你讲什么事我记得很清楚啊，而且呢你听我讲话不像老人讲话，很有条理，很有组织系统。是什么？是因为这个脑袋上面把这个视觉细胞、理解细胞、记忆细胞要不断的充电。怎么样？不要讲了是吧？好，他建议我，那么看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啊。那么我现在来讲呢，把这个能量学稍微再讲一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除了这六种能量以外，本身呢是本身这个血流在动的时候，这个细胞在运动的时候会产生一个能量出来，那个能量是可以补充的。如果我们把细胞核是带负性离子，把细胞核增加了能量以后，细胞会增长大，那么这个增长大以后，这个细胞核呢它就可以什么，可以强壮反制啊，那么一来数量一大一多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怎么样，有什么事啊？他的意思是说今天是讲修术的演讲，不要讲那个实际的那么我修术演讲呢已经有资料看到了。好，这个也有道理，只是讲说是尽量讲原理方面呢，这个资料方面，我呢不应该多讲这个对人类的贡献，我的看法不一样。我说呢，我们讲理论呢，不如讲实际。好了，你不要再找我了，我不要讲了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请问啊，再见。我们这毛教授很可爱啊，真的。怪不得我们大家好的能看到他都很喜欢他。我现在介绍。